呢是我怎么这么好看里面的我，因为我是猫咪班的嘛，所以我就把自己画成了一只猫咪，然后做的是那个招牌动作，是我怎么这么好看的招牌动作，头然后嘟嘟嘟，然后因为我怎么这么好看是一首歌嘛，所以它的音乐我就加了一些音符，还有一些花花，花花就是想让这幅画看起来更好看，所以加了花花，然后以衬托我怎么这么好看这首歌。好了，结束。